大家好，我是托马斯，欢迎大家来到托马斯的 RS 游戏频道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游戏，里面有一个小游戏叫《Ruin Goldberg Machine》，它是可以做那个 Viswax 这种有用的这个游戏这个小蜡一样的东西啊。我们看它这个小游戏怎么玩。首先，我们用这个背包里面这个叫 Wicked Hood 这个帽子，可以传送到这个符文公会这个传送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先传送过去。这边是这个法式塔啊，给大家看下这个地图的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新手如果不知道，就可以直接走到这边啊。在这个最顶层有一个这个符文公会这个传送门啊，点击这里的 Ruin Crafting Guild Portal 啊，点击 Enter 进去。它在这里，它是有一个这个叫Ruin Goldberg 这个机器啊。我们点击这个交互，然后它这里会出现三个小格子，让你这个显示这个小人脸是哭还是笑，还是这个不笑不哭啊。反正它每天这个小格子里面需要填不同的符文，然后才可以做这种叫 Viswax 啊，这个叫 Viswax。怎么做呢？它这个每天在那个官网上面，它有列出不同的格子啊，需要做放什么符文啊。我在视频的下方给大家列出了这个官网的地址。它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格子，它官网显示放的是水符文啊，我们点击这个水符文放上去，然后它第二个显示是空气或者混乱符文啊，我们继续点击这个空气或者混乱符文啊都可以啊，chaos 是这个啊，chaos 是这个，它这个我已经放到这个混乱符文放到第三个了啊，它这个第三个格子它是每个玩家都不一样的，但是好像是。好像是满级披风，可以告诉你是哪一个啊？我现在没有满级，我现在符文才71级啊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们心里啊，现在它第一个显示的是笑脸嘛，我们最大化的这个让它做到100，就是让这三个笑脸全部变成这个绿色的这个笑脸。我们可以换一换啊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第二个这个红色的脸给它换成这个混乱符文，给它换成混乱符文啊。第三个，我们再给它换成其他的啊，比如说这个空气啊，我们换其他的看行不行。现在刚才要比刚才好一点了啊，到80了啊，那我们可以一直试啊，试到100那是最好。那我们还继续试吧，我们继续试第三个啊，试第三个看行不行。哦，这个也不太好，火符文呢也不行。我这里还有这个上什么 lava ruin，这个我是没有的，有的我还没有买或者没做出来，它有可能是那个我缺少的那个符文，因为我昨天我试了一次，做了98个啊，然后我昨天那个录音没有搞好，所以今天给大家要重录这一期，所以今天再做一次啊，这个不行，刚刚好像已经90多了吧，我看这个 smoke。89还没到90多。这个心智符文啊，心智也不行，body 好像也不行。宇宙符文呢？宇宙到92啊，这个还算可以了，到92了。我觉得到90多以上应该就算不错，最好能试到100啊，试到100那么肯定最大化啊。这个是自然符文99啊，这个是最好的。你要做的话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99个了啊，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最大化。你点击这个 combine 啊，组合一下，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个 viswax。我这里就不点了，因为我昨天做过一次。它这个 viswax 啊，就是一种相当于蜡的东西。你如果符文比较多的小伙伴，可以尝试做一下，每天这个小游戏就几分钟啊，然后可以得到一点 easy money 啊，就是金币吧，这也是算金币啊，可以卖。现在一个是21K 左右啊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有喜欢的小伙伴给个3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